从现在起，本届国家队就地解散。蔡大炮，是怎么胡扯？英城诺两年拿下四V四零杯，现在你应该何去何从呢？ 咱们这代人啊，注定是炮灰。你有没有反省过自己对球队的管理问题？临阵换将，兵家大忌，太草率了。对有人投诉你用人问题那事儿有什么回应吗？历次比赛，主力是怎么确定的？出国比赛的名单有没有公示？不会是您赛前计划的没有吧？ 只要乒乓整盘棋能盘活，哪个则都不重要。Short weak Chinese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he sport. 中国乒乓还能打败欧洲吗？中国球员还能战胜瓦尔德内尔吗？中国队还能登上世界的巅峰吗？你们相信吗？怎么都让我再拼一次。